不管是被高水表情，也是处变姿势，伊拢会当马上摆 pose 来翕相，翕了马上走向后一关，抽菜单、煮菜。几号？二号。二号是什么呢？简单。完成了后，将亲手煮的料理和父母品尝。这是安南国小园游会特别规划的亲子活动，各类亲子共同参加，完成了后会当参加抽奖。今天这个活动是我们欢送我们的毕业生，暨我们学校的亲子教育活动。今天特别帮同学设计了一个闯关的活动，第一关是亲子五连拍，好，那第二关呢是我们的实在幸福。那我想我们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洪水在家里面啊，能够呢多给亲近家长啊，因为我们事前就把这个食材食谱告诉同学，那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在家里面练习的机会啊，请教家长的机会啊，增进亲子间的关系，我想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最主要的目的。校方安排五个简单的料理，现场要准备丰富食材，有肉丝、鱼仔、粉条、骨、各大种的菜等等。有的小朋友是头一摆煮，需要父母伫边仔提醒；有的是已经真有经验了。不管是叨一种，只要是宝贝煮的，爸爸妈妈都真娱乐。有时候都煮这个，不然就是煮面给哥哥吃。啊，刚刚抽到的是什么？炒蛋。很简单吗？对。他今天的表现。觉得很好，很棒。哦，好吃，好吃啊，有味道哎，有熟。他在家会煮饭吗？不会，他会洗碗呢、啊。在家会帮忙妈妈做什么？那个有时候下课会自己回来，然后肚子饿就自己煎个东西来吃，吃起来不会太咸哎。对。然后酱油还蛮香的。爸爸妈妈也提手机啊录影翕相，要留作纪念。园游会也邀请真侪单位来参加。不过上趣味的也是这两个活动。校方表示，这场活动是鼓励小朋友，不管是蒸卵也是炒菜、蒸鱼啊，回去厝拢会当帮父母斗三工。记者吴香平采访报道。